向大家道一句早上好，尤其是拍马镇的各位。据悉，通往镇上古堡的大桥已经修复完成，官方表示过桥者再也不用带降落伞穿救生衣了。时过境迁呐。市面上最健康的饮品，哇！每一滴果汁都源自最上乘的有机慕斯。双点线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前来流行锅实验室。
的一篇调查报告显示，双点线的医疗覆盖率位居全国之首。这篇调查的作者也表示，虽然不敢确定球体康复营中具体情况如何，但他们的医疗手段也是顶尖的。不管您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瑞奇霍桑，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您敢相信吗？本县的卫生与安全监督员老亨利官僚对米田共农场发出了关停警告。
显然是因为那个地方奶牛横行，猪群肆虐，鸡仔丛生。您就不能悠着点吗，亨利？请医生到流行锅实验室来。新闻时间，有一只危险动物逃出了多石湾动物园，有关部门还没有公布具体是什么物种。谣传说是一头半老虎半犀牛的生物，将近3米高，胃口奇大无比。这下好了，不用买票就可以看到了。Thank you.
过惯了家庭生活？来试试大争论吧。官僚猫们又回来了，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古怪管理遭遇。再多的文书工作也不能阻止这些猫逢凶化吉。哈哈哈，每天都来低端小子上看官僚猫吧。24小时全天候陪伴，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消息称，本周本县的图书馆会开始实行一项新规定，图书管理员佩内洛普斯坦福艾奇女士受够了各位借书后逾期不还，声称要深夜潜入各位的家，趁大家睡觉把过期的书都拿回去。
所以呢，如果你早上起来发现家里的麦片都按字母顺序或纤维含量重新排列整齐了，不要惊慌，那只是老佩内洛普在做他的本职工作罢了。大家现在在脑海中想象一只蝴蝶，慵懒地挥动着它五彩斑斓的翅膀，是不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哦，对了，今日要闻，市长宣布，今日起税率翻倍。
Thank you.
不用吃东西，谢谢。担心死忠粉们，您最爱的广播达人奈吉尔·比克沃斯爵士回来了。我其实几乎想永远离开这个小录音室，但我不能剥夺您欣赏我的才智的权利。肩负着刺激诸位思考的使命，我实在是很认真的在工作。下一首是那种您听了就容易瞬间忘记的歌曲。Thank you.
人荣幸地与各位分享，我将在本地大学发表演讲，演讲主题为装，即如何正确的装，希望我能为不断降低的社区教育水平贡献绵薄之力。戴上巧克力海绵蛋糕球，出门再也不用找厕所，采用最新高科技。
科沃斯为您播报。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要我说，球体基金会的康复部只是一箩筐神神叨叨的骗人话，用不着脑科医生出马，谁都能看得出他们唯一的特长就是洗脑。收听奈吉尔爵士点评栏目，今日奈吉尔爵士将点评下牛镇新开的健身房红掌铁屁健身中心。我在其中的桑拿房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但是我很不喜欢走廊上的汗臭味。总之，我还是在多士湾做做汗蒸水疗就好了。
妨告诉您，今天的录音室有点凉飕飕的，暖气出故障了，窗户也关不上，除了做点剧烈运动外，我别无选择，请见谅。麦克纳，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领袖，将亮相本周末巨无霸展会，展示巨无霸产品的最新微升级。票数有限，预购从速，别忘了带信用卡。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年底即将到来。
我发现有人往暖气管里塞了一些咸味零食，难怪它坏了。我怀疑这是那个不讲卫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哈里森·沃尔夫的杰作。我向您保证，一会儿我一定会找他谈谈。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我是常驻怪咖老狼哈里森沃尔夫。不要换台，好音乐说来就来，谁知道，说不定我们撞大运呢。
你有没有试过放空眼神，思考宇宙的奥妙？比如说，有多少星球上存在生命？近义词这个词的近义词又是什么？先来听听这首曲子，再来思考更多哲学问题。目击卫生与安全监督员亨利官僚入住了位于多士湾的好贝酒店，而今早他狂叫着从里面跑了出来，合情合理。
由于双点广播电台与大力牌坚果生产商间存在争议，该广告已被删除。哎，等一下，好像不能说大力牌坚果，可以重录一次吗？ OK， 太好了。双点线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